属下救驾来迟，还请公主恕罪。现在才来，靠你们来救我，尸体都凉透了。属下知错。太子随后就到，还不立刻封锁树林彻查？今日刺客一个也不能逃走。是。 少侠留步。纯阳宫大弟子谢云流，见过公主殿下。
此刻纯阳弟子出现在这里，想必是送李重茂回京。我是重茂的姐姐，李华婉。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方才我真的是吓死了。师兄，你没事就好。重茂，刚才那些刺客可是冲着姐姐的歌车去的。重茂。 见过你，黄姐。重茂多年不见，长高了不少啊。是你呀，三姐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这次啊，多亏了你师兄，不然的话，你就再也见不到你姐姐了。其实，我本来以为阁车中是太子，没想到救下的却是公主殿下。三姐呀，从小就像个男孩子一般，更喜欢穿男装出行。 华婉，辛苦你了。华婉不敢当。无胆鼠辈，竟敢炸孤的阁车，幸得有你在前。刺客抓到了吗？林中发现六人身亡，车边八人已全部射杀。些许毛贼何足挂齿。既然太子殿下已经安然无恙，何不早些赶回宫中？孤堂堂太子，在京师旁三十里遭遇刺客。 就这么灰溜溜的回京，让天下人看笑话。这是？重茂拜见太子殿下。你是李重茂？父皇找你回京的？我入纯阳已七年，父皇对我甚是想念。 所以师父才让师兄护送我回京。在下纯阳宫大弟子，谢云流。谢少侠护送重茂回京途中，恰巧碰上华婉阁车遇袭，于是便救下了华婉。赏你了，本事倒是不小，过几日便是孤的寿辰。你定凭此锦囊。 进宫参加孤的寿宴。撤！护送殿下回宫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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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启禀将军，属下实在没想到，太子居然不在那阁车之中，他竟然让公主做替罪羊。哼！就是你们提前走漏了消息。 否则他不会察觉。冤枉啊，将军！属下训练出来的人都是信得过的。不能掌控的人要你何用？梁王也不会喜欢的。师兄，三姐告诉我，明日三哥会设宴为我接风洗尘，可我与三哥多年未见。 我有些害怕。无妨，公主邀我一同前往，我陪你去便是。真的？太好了，有师兄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重茂，等你回到了皇宫，那里有非常多的珍馐名瑶，等到那个时候，你就不想再回到纯阳了。师兄，皇宫那么好，要不咱们一起去皇宫吧？你忘了？ 我还要去藏剑山庄参加民间大会呢。是哦，公主。
等到了长安，少侠可要多留几日，让华婉好好招待招待少侠。公主客气了，过两日参加完太子寿宴，谢某便要启程去杭州。少侠是去游玩吗？我师兄要去藏剑山庄参加名剑大会。名剑大会？藏剑山庄是只邀请各门派掌门参加的试剑比赛，我师兄是代替我师父参加的。谢少侠武功如此高强，必是下一任掌门人选。师父他老人家厚爱而已。才不是呢，我师兄武功可高了，在纯阳宫没人能超越他。纯阳为我礼堂国教，果然是人才辈出。花完以茶代酒，祝谢少侠名剑大会夺得头筹，名震江湖。那云流承公主吉言。谢少侠，华婉有一个疑问。公主请说。既然你已经拔剑出鞘，为何不杀人？自小师父教导，习武是为了助人，而不是为了杀人。天色不早了，楚茂和少侠早些歇息，华婉告辞。孙姐姐晚安。师兄，我们回去吧。